大家好，我是邱志燮，想说朋友们新年快乐。你们新年怎么过呢？我呢还是一样跟我的老公我的孩子跟家里一起过。我以前在中国第一次过年的时候，对我来说很兴奋，就是大家都一起热闹，然后祝福做饺子，晚上12点1点2点都是特别热闹，这个过年的气氛。当时我一个人去中国的时候反正很寂寞，但是这样的中国的朋友们给我的这样的气氛，我现在想也蛮感谢的。我的粉丝们也是过年的时候特别都给我支持，然后给我祝福过年新年快乐，所以我现在过年的祝福你们祝福你们，我今天红色的然后呢，我希望今天你们幸福，然后健康，家里人都健康，我们都自己爱自己，我希望都你们爱自己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我希望跟我们都见面，然后对，我都想问连累都出来了，反正我希望跟你们幸福，我也幸福，然后我们都赶紧见面，好不好？我的老公找我什么？欢欢喜喜的过年，过大年，欢欢喜喜过大年，新年快乐。